亲子的 DIY。这亲子 DIY 哈是伫咧咱的这个欢乐糖都的争取里面。那么在欢乐糖都连来啊，这个由我们的这个园区，那么你会在里面啊看到这个啊响彻云霄的一个啊一个声音，什么声音呢？就是蹦一胖的响音嘛哈，大妈讲哈，讲出来了哈。台湾灯会哈，我们有三大主轴，有六大主题，发展出21个各具特色的灯区哈。那我们的这个灯区呢，都已经陆续的亮相了。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4个灯区，这4个灯区包括百米一格，包括欢乐唐都，包括这个啊云臻良品等等哈。那这些灯区，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能够表现出我们云林在地的特色。你比如说是百米一格，一格的发源地就在云林县啊，所以我们用百米一格的形式呢，来诉说整个一格这个发展的历史啊。另外，欢乐唐都啊也是很有意义的。我们云林县有3家这个糖厂啊，包括北港糖厂、虎尾糖厂，包括斗六糖厂。那虎尾糖厂现在是全台湾唯二的还继续在啊生产蔗糖的。而且是唯一的还用这个五分那车哈，那再干架哈，啊，所以这相当相当有意义的对了哈。云臻良品呢，我们县内有8家观光工厂，那另外呢，包括4家全国性的企业呢，啊，一拢来和咱共同共襄盛举啊。那么我们云林县非常丰富的啊，非常具有特色的农特产品呢，也会在这个地方来做展示。2017年台湾灯会即将在11月11日，也就是关宵一天。比后尾主灯区的规定哈，北港的灯区地位切近，那就抢先要先跟大家来见面啊！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乡亲朋友们，大家来云林看会灯。